比如讲，伊若咧讲着罗马帝国的残酷，
伊唔敢讲罗马帝国，伊就拖去倒位啊？讲巴比伦帝国、波斯帝国，伊就全部拖去啊！伊若咧讲着罗马皇帝的战国，伊就唔敢讲罗马皇帝，伊就拢用一寡遐意象，用旧约的一寡意象，用旧约的迄个数字来显明伊即摆在讲的话。总是遐有咧读圣经的犹太人，有咧读圣经的遐个基督徒，因若读到当时约翰所写的遐，因拢明白到底约翰伫咧甲咱讲的是啥物代。所以面对一挂惊吓、逃走、到处避，然后性命随时会丧失的基督徒，咱伫迄个情况下面，约翰伫咧社会。就咱伫咧宣告讲，现在基督徒啊，虽然恁受害受苦，上帝也搁在治理。受苦受害甚至死亡，有一日上帝要互恁对死搁活，亲像咱的主。总是伫这个罗马皇帝的皇帝神圣化的崇拜下面，基督徒也搁伫遐咧宣告讲，独独耶和华，你是我的主，你是我的上帝。除了你以外，我无别个上帝。你知这是一个信仰甲政治的大对抗。另外有人伫咧讲基督徒，咱莫去较插社会，莫去插政治。我甲你讲一项真残酷的代志，对耶稣开始，基督徒我就甲社会甲政治牵扯不断。因为基督徒到这一百年来嘛，拢是伫政治社会迄、那个残酷的压迫的下面。所以到这个位置，你无法同人对上这个话题。OK， 那伫这个背景，先知影讲，这是大环境是甚物款？昨昏咱嘛，咱敢若亲像经过一个大个惊吓、大个杀戮战场吼。因为今日你会当甲我斗阵三个伫遮，咱个吟诗歌乐上个，这是通欢喜个代志。咱这个风台。叫做苏迪勒，苏迪勒风台，这讲是地表上上大上大的风台之一。那经过这个地表上地球的里面上大的风台之一扫过了后，你我在那里葡萄，咱拢安全了。咱们是一个可怕的时刻，总是可怕的过，黑暗过。光明搁来临，我常常伫咧边个人讲，你若拄着大地震的时，无论伫啥物所在，你若伫厝内，你着走去迄个眠床边，全甲倒当迄个眠床的边啊，全当啊摇咧摇咧啊，然后当啊算对第一对前两三时算到五十，差不多五十算来袂到地震就袂起啊，因为地震真正咧摇拢几秒钟，差不多十秒钟、二十秒钟尔。啊！你互你尴尬到的时候，三四秒钟、四五秒钟过啊。所以真正你若大拄着大地震来的时，唔免惊。面朝甲等咧，面床边定啊，你到面床边，他妈算到五十，算到廿十，然后佫爬起来，唔怕太，拢无甚物代志发生。啊！若电视倒落去，若电视倒落，有件甚物物件倒落去，我有件。你的性命不要慌张。面对甚物大个代志，不要太慌张。真侪性命，这个是失落，咱这边失落要归差不多较无十个人。真侪性命失落是因为拄着代志，要出去救啥，要出去创啥，结果出去全无倒转来。因为咱真侪时阵伫大风雨个中间、大惊吓个中间，迄个是亲像遮个基督徒到处伫个伫迄个压迫个中间。才有归经教会，这个归是消，这个归经教会。啊，这个归经教会有因一间一间教会问题，啊，这个咱拢伫拢讲了。啊，要紧就是今仔日今仔整个这个讲到第六章到第八章，才来讲到七个印，一个印一个印，直直开，直直开，直直开，然后显明一挂意思伫遐，啊，精髓伫遮。咱迄、那个金句应该是七章，才对，唔是第六章吼。我
我想伫这个遮，咱来读一个第七章第九章以后，咱到底是啥样翻译来读一遍来。此后我观看，见有许多的人，没有本人数过来，是从各国、各族、各民、各方来的，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，身穿白衣，手拿棕树枝，大声喊着说：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上帝，也归于羔羊。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天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，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上帝，说：阿们，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上帝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这是在大灾难了后，大灾难了后，然后大灾难了后，来敢若像这个大风台扫过了，遐存活的人，还是讲遐得胜的人，最后讲对最最所在，各国、各族、各百姓、各个方面来，最两个字，在宝座前，以及在羔羊面前，请问？这个坐在宝座的是什么人？上帝坐在宝座，上帝坐在宝座，然后也羔羊是指啥？这个受胎的牛羔耶稣，因为基督徒约翰要把这两个挤到边，那是一个偌大偌大的代志，你敢知？对犹太人来讲，对犹太人来讲。咱的信仰除了上帝以外，他也阁会当容允任何人，还是任何插伫上帝之权、上帝身边啊。对犹太信仰来讲，无独独邀我上帝一个人尔。但是约翰竟然伫遮将迄个予人钉伫十字架的耶稣，犹太人即比伊讲你这个亵渎上帝。然后来定时的死啊！然后犹太人知影罗马政府伫咧要斩杀基督徒，犹太人无保护信耶稣的遮个犹太人，正做报马啊！暗中甲罗马政府通告，阮厝边啥物人有咧说信耶稣？阮厝边啥物人是甲耶稣感动的？一个一个报。所以基督徒一个一个给人抓，基督徒在一百年左右，基督徒的危机，基督徒生存的对敌，除了罗马政府以外，罗马皇帝的命令以外，也还另外一个是上至亲边啊是同民族的犹太人。所以基督徒在这个大气氛的面，他的生存环境是真险恶，两边夹杀。不得不因对遮讲的人，就遐讲的人，就知知共同充满危机。迄个是为虾米？约翰伊就启示用启示文学伫咧写这个启示录，然后伊得到的启示，而且已经直接对遮的基督徒讲，迄个受胎的牛羔今仔已经对死搁活，已经得胜啦！啊，坐伫上帝的对面，正面。所以对我的正面，我的正面对你来讲是倒一边，倒边。所以你若咧翕相，你就知讲倒一边是倒一边，咱来看吼。OK， 好，遮注意，遮有一个穿白衫的，第九十遮有一个穿白衫。遮个伫咱的圣经的中间，自尊有资格伫上帝面前穿白衫。什么人有资格在上帝审判的宝座前，也阁会当穿白衫、徛一条？什么人？遐个得胜的人，遐个赢过的人，遐个圣洁的人，遐个用信心徛在赢过所有艰难，遐个用信心徛在无予魔鬼较赢，无这世间的歹较赢，嘛无予人的私欲较赢的遐个人，就讲遮个人。站在宝座和牛羔的面前，因穿白衫，手举了喊话，
即款个喊话是懊恼，是伤赞，是感谢，因为你当常常即个到最后即个得胜个诗歌十三节了后，咱个到边来，咱来打一杯来。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：“这些穿白衣的是谁？是从哪里来的？”我回答说：“我主，你知道。”他向我说：“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，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，所以他们在上帝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。”做宝座的要用帐幕庇护他们，他们不在饥，不在渴，日头和年的也必不伤害他们，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，引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，上帝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。由于当安尼咧讲这时，这些人现在有咧老赛无？这些人是记这句在老赛无？有。这些人也搁伫老赛中间，这些人也搁有，也搁真多真多大患难，大患难。大话伫因的现在生活，因为当咱现代的人，二十一世纪的人嘛，伫咧读启示录，咱嘛是咧读讲。虽然是现在你的生命、你的生活，虽然有真侪目屎，虽然伫你的人生、伫你的家庭，即久有真侪的患难围围你，唔望你的信仰徛在，唔望你会当对圣神领受安慰甲引带。直到有一日你行伫上帝面前，到伫上帝面前的时，你也嘛是迄个穿白衫的人，因为你是对大患难中安怎？行出来，咱是对迄个输敌乐风台行出来同款。你知影，咱今仔日有行出来，有一挂人行袂出来，你敢知？是永远行袂出来。这一波一波，这拢是一挂象征意义。今仔伫咧面对讲苦难中的基督徒，遐伫第一世纪的遐。你知第一世纪对耶稣死了，基督徒直直互人侮辱，直直互人堆，互人掠，互人抬，直直到几年？到333年，将近300年的时间，他们被追杀的日子到300年。你知300年？咱讲，你那是汉人，对福建移民来到这，咱安尼移民数才几年呀？才400年。然后，因伫迄个被追杀、活伫地窖、伫地洞内面的生活300年久，那伫迄个中间，伊伫咧团结的信息讲，唔免惊，只有向前行。即、这个坐伫宝座的上帝，你都了不了。迄、这个坐伫宝座身边，迄、那个羊羔受害羊羔，你得相信，伊是坐伫上帝身边的，伊是够真够快。已经4个月，所有跟在伊脚步的人，有一日虽然咱那原来亲像伊遭受这个受虐、受害、受定时计，你知耶稣后生有一个原来受定时计什么人？彼得，彼得嘛受虐，彼得嘛受定时计，就是照传说讲，伊要互人定时计定了伫个时，伊甲人拜托，讲我的主。耶稣，伊安尼就定，我做伊学生的，我无资格甲伊安尼定，请恁甲我安怎倒头？所以彼得听讲，伊是伫伊的太太的面前，恁爹彼得的太太，你若好伫耶稣，你就会当得到自由，彼得绝对无受这个亲情威胁。因可为着信仰死，真正好的真正，因为伊努力要伫上帝面前，伫伊的宝座前，也搁会当穿白衫，伫免流，然后
进迄个俄罗斯的时光，然后即、這个伫遮咧讲到迄个羊羔要亡要亲自无用，遐受害死的性命，甲得胜的基督徒。啊，整个伫第七章的中间，伫咧讲的是，这是一个真水真水的应允。虽然恁现在有真多的艰难，总是有一日，这些拢会过去。所以无够有腰，无够有水打，无够一切伤害。因为咱的大羊羔主耶稣要真多咱真心的供养者，因为这些得胜的，伫启示录的圣经的中间有几呐摆伫咧讲着得胜的，伊就伫咧讲这些得胜的人像第三，咱来读这个经文一下吼。启示录第二章第七章十一节，啊三章第五十一节来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。凡有耳的就当听，得胜的我必将上帝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。得胜的，接下来当讲这个话名，我们就会记。啊，你就在这里呗。来，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当听。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。第一拜信息讲。是立我咱性命的死终局，这是第一摆的死。第二摆的死呢，灵魂受审判，受血路地狱永远的火，这个是第二摆的死。这个者，圣神甲咱应允讲，在这个世间所有经过苦难人生的人，你若得胜。你若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，你袂做你的死，将来你袂有第二摆死。因为第一摆死了，你的灵魂上天，因为你伫世间的日子，你接受圣经所有的话，你真正伫苦难中一步一步去行，上帝将挽留予你，你已经吃着迄个生命生命树的果子，所以你就永远袂死。羊羔三角坐伫宝座边，伫遐伫咧保佑咱的主，咱的上帝。哎呀，所以基督徒啊，坚守伫你现在人生个脚步。来，继续了第三章第五节。来，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，我也必不从生命之上涂抹他的名，只要在我父面前，在我父众使者面前。认他的名，哎呀，得胜的唔若穿白衫，然后咱的名拢会刻伫倒位啊？生命册。你即摆哦，你的名刻伫几耐所在呢？你的名刻伫户政事务所，你的名刻伫你的户口簿，你的名刻伫你的倒位的上课，啊，遐有你的上课的名单。上面那些个团结，上面团结名单，教会有教会洗礼的信徒的名册，啊，这拢是地上的，这拢，也佫有一个更加要紧，咱来追求，你嘛挂咱拢三角来追求，伫上帝讲了一个生命册、活命册，伫永生的国度里面有没有你的名字？我想这个是立我咱的努力，咱都要用行的行的苗苗喘，如履薄冰的心情，咱来追求，唔忙有一日咱真正当地面流正做迄个特色的啦。OK， 即马来第六章才开始一个进入这个只来讲切印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就真紧来讲。这个只第一个印天几个时，要一只看到一只亲像白马出来。啊，这只白马，请问伫圣经内面，若讲到白色的颜色是好也歹？好。上早个只穿白衫，迄是德性，迄是上帝所欢喜的。即马只第一个印，即个只讲，讲迄个印无人会当开，独独干那迄个羊羔德性的羊羔会当开。所以即马开始，这个羊羔开始伫天上的，开始。把这个印拆开去，
因天规第一只，第二因天规一只白马走出来，讲德性无过德性，所以这是一个第一个因是显明的是一只白马，是德性的记号，这个是象征意义。讲第二因天规的是一只红色的马。这只红色的马接出来了后，地上充满红色的血，和平无极了，时时出现红色的马第二天，因为伊用刀刀子将遐个邪恶的、歹人一个一个，遐个。侮辱上帝的百姓，耶稣基督学生的这只红马出来，就伫遐做刑罚。第三，因天规讲是一只乌马走出来，啊，这只乌马走出来，有一个声安尼伫咧讲，讲伊手提天平，因为手拿提天平，遐咧讲着啥？是会注意公平，还是无公平的代志，对无？哎，你有童叟无欺无？你咧做啥物代志，真正你的良心有公正无？你做人你有大细望无？你做啥物代志有欺哄遮冤世的人，然后对遐个弱势，你都进行各种的打压无？这个第三只乌马，伊咧讲着遮个经济管理，然后遮个无的迄、那个。基本就到位。第三只乌马，你讲到第四只，第四个引天鬼时，人家讲一只灰色的马槽，讲伊个名叫做死。OK， 然后第五个引天鬼时，也讲有坐伫宝座伫这段下面的。有上为着上帝道，甲为着主做见证的，结果因的灵魂就害死了。因的灵魂伫咧呼喊上帝讲：“上帝啊，你要点睛到当时啊！”因伫咧呼喊上帝，这个苦难的日子到当时，因为真侪时阵伫咱的人生啊，定定的赛讲上帝啊。我著遮尼一打拼，遮尼温存热切，伫咧祈祷等候，啥事我的灾难到即久拢也未过啊！那敢若是第五个点，遮个人遮忠厚、坚信的人，因伫上帝面前，遐个傲娇一般，信心来讲，不但的，不千万的。要等一下，迄个日子真紧的过，所以就搁着安歇吧。你着安歇，心内静好吧。然后咱来看到第六个因，第七个因。即个第六个因天规，哦，即个只十五十，即个只讲地上的君王。这些大官、将军、好野人、甲壮士，拢伫咧喊话，因惊吓伫倒伫山岩的中间，讲这些物件倒来啦，我要安怎样？这些苦难倒来啦，灾难到位啦。为什么？因为迄个坐伫宝座的，甲羊羔，就是主耶稣，不外主。因面对这些罗马帝国，因为虽然咧指的是罗马帝国，但是约翰干人安尼写，因为迄个整个大环境对因太不利啦，伊干来当遮因唔敢变讲，伊咧讲着约翰伫咧讲着有一日，遮个大官今仔日所做的，上帝甲迄个坐伫宝座边仔迄个。个大生气，啥人徛会条啊？面对迄个时间也到位，啥人徛会条？
七章十三十七个章，长老中间有一位来问我讲，这穿白衫的你倒去来。由于伫这段的经文的中间有几项，我要甲大家老师甲提醒。我有听到一挂人，我有听到一挂教会的人，伫咧解说圣经的时，常常做一个错误佮危险的解说。咧讲到灾难，然后人拄到灾难。讲到人拄到不平安的代志，然后常常拢会讲到啊，这个人，伊个心肝歹啦，爱个无咧做礼拜啦，爱个叫伊来教会叫袂来，爱个唔信耶稣啦，爱个唔随礼啦，所以这唔信的佫最歹啦吼。今仔日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拄到偌代志，你看，迄个，因为最歹的人。不是，我爱对头讲，拄到代志的人一定就是上帝生气在恁的中间，是无？是不是安尼？拄到车祸，脚手断去；拄到代志，惊是人情不信。像这个苦难的人的苦，是因为因真正是最歹，是无？才拄到。因为咱做基督徒的，咱来真细腻，咱来真细腻。这是一个情景，也佫有另外一个情景是啥物？哦，阮囝考着外国人了。哦，阮囝做官，伊就佫升官。阮囝发财，大兴旺。真侪时阵，咱厝内若有好康的时，咱拢真自然会真毋茫人知影。然后咱就真侪恶劣的卡片、欢喜的祝福拢到位，哎呦，啊恁恁老就是安尼，啊恁真世人够接近，啊所以安怎？因为这是两个极端，敢有影真正是安尼？若无细腻，你会看见一项，这世间好嘅爱中间真侪是不义之财，真侪时阵拢是。罪孽、悔过、官商勾结，然后咱的社会伫咧仰慕迄款的结果。即、这个只咧讲起只，即久伫咧青营的大官，即久伫咧好康兴通的罗马帝国的人，有一日，你嘛爱徛伫上帝面前，今仔伫咧受苦的百姓。你当你若不幸伫苦难中诶时，毋通失落对上帝信赖甲话语，真心徛在看上帝伫日后要安怎补偿。风海有过，公义诶上帝诶太阳就会出现。其实了，伫咧讲一个事情，特别特别特别，毋通对受苦中诶人伫咧讲预定论。你知我咧讲啥物？特别特别特别，唔通对受苦中的人讲，啊，佮上帝有定义，安尼所以你着忍耐，你着接受着。上帝若有定我，你着请容着我目睭睁，讲这是上帝的有定。边仔请出去，拢是三个人，拢是一个，啊，迄个着是阮囝。然后讲，迄是上帝有定，所以你着接受，你着顺服，不是上帝报什么？喏，我无通接受遮个。所以，伫咧传达、伫咧解经的时阵，就是真爱小心，袂当一己多杀的人常乱讲乱讲。因为咱倒转来伫遮，当一启示了，我伫咧讲着上帝的心哦。也是咧讲是非到最后，到最后，你将真侪结果交予上帝，你莫家己人心解说。所以，但是解说其实哦，你都要受过训练了后再来。
第二，通过这段圣经，我要讲的是，最最基督耶稣的军队，才到最后会当徛伫保住上帝、保住前也无。迄项毋是别人会当替你做，每一个人伊爱努力做伊家己的得救。你的努力最正，你家己的得救。所以老爸袂当做囝去洗礼，老爸老母袂当做囝服侍，讲这个业绩我归了阮囝，阮囝侍啊。每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要做正，你家己得救的工，咱来读一个文字，第二章十二、十三、十三号文字来。这样看来，亲爱的弟兄，你们既是常顺服的，就当恐惧战惊，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。因为你们第一次行事，都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叫一项是，上帝的神不断、不断、不断在你的心内的做工，在感动，在咧呼召。到即句子，偌侪声伫咧对你讲话，偌侪邀请面对你来，但是你无一定有正面的回应。所以每一个人，你爱真心做正你家己的事情。任何的物件拢有双面性，上帝有上帝爱做的工，你也有你爱无看见的一部分。你有你的部分，上帝有上帝的部分。不管怎样，你爱努力做正你家己水工。不管父母怎样疼囝，父母袂当替囝所做所有诶代志。咱毋忘咱个囝在前，父母尽力支持、尽力鼓励、尽量安慰、尽量给伊好诶机会。但是过了转来，我看即个囝家己本身不努力、毋努力，伊若拢毋努力，父母哪疼？伊若无用成才。所以任何物件的成功，水的故事的产生，拢是两面性，两面拢爱努力。OK， 第三，你看见这个正拄则咧讲的，也是讲这对各国、各族、各个百姓、各方面拢来，这个拢到伫宝座前，伫咧吟诗阿乐上帝公平正义领导，因为。这个跟犹太的信仰一个很大很大的差别。什么犹太的信仰？什么人是上帝的百姓？独独犹太那边，独独管犹太人，阿比拉罕的子孙才是上帝的百姓。总是这个在约翰的启示里面，这已经做一个根本的变化。在这个大牛哥受抬了后，伊的血是为众人流，这只大羊羔、上帝羊羔一死，成做万国、万邦、万民的羊羔。所以对耶稣开始上帝救恩全开放到伫万国、万邦、万民，嘛是为着安尼，你我咱才有机会，因为耶稣的名来拜这个上帝。基督徒甲犹太教就算伫遮分开了。安尼无，毋通袂记，耶稣本身就是犹太教的。耶稣本身犹太教，耶稣甲十二门徒是犹太教。对即个耶稣受定时记了后，通过遮，然后耶稣甲伊的门徒开始形成一个新的信仰，形成一个新生命的运动。今日咱敢毋是做基督徒，咱敢毋是都爱参与伫社会，会变做一个新生命的运动。即、這个信仰，无论你的宗教，无论你的政治的派别，无论你的过去的传统文化怎样，耶稣所要予咱的，通过即、這个通过伊的十字架，伊要影响到伫每一个阶层，伫遐覆盖啊。最后，伊才要宣布讲。最后是上帝大胜利了。咱
啊，这个再来讲到第七个印拍开的时，另外一个新的世界佫走出来。等下礼拜刷了十一点，我过来想刷，佫伫六楼，过来讲到下一个篇章。这个第七个印掀开了后，变作七支喇叭走出来，然后一支喇叭，一支喇叭。讲喇叭毋是，即嘛小油米啊，迄个喇叭。上帝国开始咧，正文开始咧讲到喇叭，伫圣经的上顶，当喇叭开始咧闻的时，迄是一个什么款的时节？那是得胜的时候，那是得胜的时候。所以咱大伯，咱伫咧特别聚会吼，啊，咱唔忙。咱的青年呢，咱有机会，搁再机会去拉吧，哎呀，予咱感觉规个精神欢喜，啊，欢上帝的神迹啊！伫咱的中间，予咱每一个基督徒会当，你就鼓励，你的人生不注意十项无过头项，但是你着因神来徛在，你着因神你着鼓励，你着亲像昨昏大风台来，真侪人今仔日透早毕业。干嘛来礼拜？在上面讲，哎，干嘛来唱歌？哎，大家人目睭细细的，面细细的了，衫都甲穿起讲，不管怎样，要我要去唱歌，所以真欢喜讲，今仔日的上面啊，咱的康老师都对远远的所在，透早车不离就对这来，你今日时间可能无较少啦，所以咱这近视的人拢是近视。最近好的表演哦，不管环境安怎，我们讲这一个意志坚定、信心坚定，我们赢过，最后我们最后一步要徛在上帝宝座前，咱拢要伫遐帝王冠，然后穿白衣，来保护咱的主，咱的上帝，咱感谢来祈祷，主我感谢你，扶持我的脚步，愿意搁继续。今仔日阮徛伫遮，坐伫遮，毋忙二十年、三十年了后，我嘛还阁坚忍徛伫你的面前，坚守这个信仰。祝我看到你医治、安慰、照顾，即便伫风台中受难的人，愿因甲因的家庭，会当得到国家、社会以及整个阮侪侪人的疼痛，受苦经历过。目屎是七打，因会当继续跑走跑前。看到台湾实在是一个可爱的所在。我安尼祈祷，感谢主主圣名。